谢了。好，继续接下来，哎，其实这个彩线点歌哦，美好的时光，彩线点歌，美好的时光已经到了。可是既然有点，刚好点了，我刚有开，我看 see you again， 哎，真的，明年见是不是？是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还是永远不要见？这首歌是明年见。你这样那个文明公婆发明年就出来了，可是是他弟演的、欸、啊，是他弟演，没关系没关系、啊、都一样啊，对对对，反正他应该会演到那个飙那个叫什么啊，轮椅一路弯到挂了，一直飙车，哎、欸，演到八不简单的、欸、哪一部电影可以演到八啊？真的哎、欸，对啊，而且他票房是越来越好哦，对 对, 對，他并没有往下降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所以他应该是可以演到飙轮椅。其实他演到女主角都老了、就是另外一种趋势了，所以我们也要一路唱到老。好了，你赶快带来这首《See You Again》的那个《玩命光头》的电影主题曲，啊、真的、哦、片尾曲。你知道我们 keyboard 手刚一直跟我这样疑惑一点，他就跟我讲说他比较想要弹 Flash 吗？还挑嘞，因为我就开了两首。就是See You Again 跟 Flash Light， 对，然后他就跟我说他想要看 Flash Light， 可是他们想要听 See You Again 啊，是不是？是的，掌声鼓励哦。感觉掌声好像有点小哎，想听 Flash Light 的掌声鼓励。哎，好吧，那我们就既然你们这么弱，我们就唱 See You Flash Light。好，赶快下歌啦，快点。鼓手都在想说他到底要下哪一首。他真的弹不了，是吗？没有，跑去哪里？我弹第一，我变成是想说，哎、欸，奈我先啊。傻傻的你。好啦，快点。啊，我们版本不一样啦。啊，所以再过。那我们就只好 ，Rich Light 是不是？可惜那时候没有这个版。可惜是有一张，可惜。一样的点掌声鼓励吧。